我很喜欢《道德经》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矛盾性的词语，对不对？比如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民可民，非常民。它是开章的第一篇，就是这《道德经》就讲这个。那我觉得它也点出了一个中国哲学一个特殊的方法论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它告诉了我，就是说有时候在教学方面，还是我自己有小孩，在给小孩的那个带领方面啊，就是不是把所有事情讲得太清楚了，反而给讲太清楚，他们就没有发展成长的空间了。所以就是点到为止，那让他们自己有一些可以自己创造性的看法，可以有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想法等等，这样反而对他们有更大的一个帮助。孙子兵法，因为我自己是军人，退休的军人，第六篇那个虚实篇，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。里面他说，军队跟水一样，从上到下，如果碰到怎么讲，有一个困难就会经过。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，当时的时候这个军事的理论。那一本书那个书籍因为它的内容它的想法很不容易，但是很丰富，完全漂亮那个过分部分我特别感兴趣。